生了三只小羊了，这是，这样子繁殖的多了，是不是生活条件也就上来了？耶，他们是这一天好流浪呗，好就行。日子会越来越好。你累，你累哪一天？什么缅甸的谁累的？真亲，咱都一家人是不是？走，把门关上。想给打电话，手机也坏了。昨天就在屋里面好像没有，我让你那个我忘了这事。没忘，啥时候都忘不了。你一有时间我就来了。哎，想妈妈呗。哎呦，你都回来玩去了。哎呀，这买个面条放着吃。你们人多多给你们放着。我大概是你。不感谢，那个吧，都给你们洗，那都给你们洗。不客气，大姐。我也咋能客气呢？不客气，大姐，不客气啊。大姐，这衣服天冷了，你都不可以穿。你穿又年轻了。这个是裤子。这个球衣唱的。这个鞋给你。大姐。这个鞋给你穿。这穿铺啥呀？我都铺了点盖子。铺的盖子，也没杆子。你在这没铺，盖子一会儿给你找你那哪块了？盖子小就是。咱上街给爸爸买个电话去，好不好？走。我们没电话，老是跑到家来看。咱们去买一个，没电话不方便。嗯，坐车吧。大哥，这个还有什么需要没有了？钱过来怎么了？啊？钱过来不？这个不带。你也带着小这个不带，这个。你也不。扔走，那个不卖。扔走，放那里你们卖钱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你们这个。你看你们客气的，从小羊那俩让他卖了，再买两个母羊，不要不管，知道吗？我也太气了我。啊，那可以的，把它卖掉，然后多买几个小母羊，然后让它繁殖，知道吗？繁殖，然后那个羊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们的生活条件不就上来了？是不是？一天比一天好的蒸蒸日上，是不是？爸爸。